就会换来他们的真心与诚意。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上次是菩提道次第广论，正在可以说上下士道的部分。那我们趁这些机会去学习佛法是很殊胜的，那我也很欢喜啊，有这样的机会去讲解佛法。那我们一起上广论，广论是大圣的法，所以我们上课前要调整自己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来这里运用两个多小时，那我希望就是这个两个多小时要专心听。虽然初学者来讲的话可以说是比较难，但是难也我们不可以放弃因为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才会减少我们内心中的烦恼，然后我们有一天可以说用这些方法，用这些工具才可以彻底断除烦恼。虽然我们现在可以说在轮回中，但是这也不是说是永久的，可以说是暂时的。我们有办法脱离这个轮回，也可以说有办法离开这个轮回。但是我们可以说从无始到现在，不懂这些方法，也可以说这些这方面忽略了，所以我们在轮回当中一直的受苦。那我们现在可以说这一生幸好遇到一些善知识，也可以说出生到一个有法的地方，而且在台湾来讲的话佛法是普遍，也可以说宗教很自由，所以要自己要知道要好好珍惜这些那可以说这样的时间很多吗？这很难说，所以说我们要就是趁这些机会要好好去学佛。那学佛有很多佛的法门，那我们上次是中高巴大师讲的广论菩提道次第的广论，他的意思说如果你们想要得到菩提，或者说想要得到佛的果位的话，那你们运用这些法门，也可以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次第才可以成佛。那我们也可以信，因为宗喀巴大师他自己运用这样的一个道路，也可以说运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而成佛了，所以他有这个经验给我们听你们也想要得到菩提的话跟我们一样，就是
运用这些方法来成佛。所以说怎么讲呢，有些讲菩提照次第广论的时候说他会跳，因为说有些信众一开始讲，比如说下士道讲的时候，他最主要讲的是那个轮回的那些苦。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要就是先要让我们升起处理心。所以有些现在西方人或者是有些初学者一开始讲这些的时候，他不太想学这些，他一开始讲的话就是讲一些好的方面，比如说我们修这些法的话会得到净土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个观念可以说错了。我们说在佛法里面，我们从无始到现在不懂取舍的关系，还在轮回里面受苦，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内心中还可以说在自己的身上有什么缺点，把这个找出来慢慢这些拿掉，就自然而然就我们会得到好的果。所以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最主要讲的是说，我们不需要的，我们要需要断出的那些是什么，他会提到这些，刻意的把这些提出来让我们知道。所以说我们按照就是他的次第去讲的话比较有意义，也可以说也比较有加持力，因为他有这个经验，所以按照这些去讲。那最主要是我们常常会修法做功课然后可以说打坐都要先皈依发心为主做这些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佛教徒，所以我们要皈依三宝。第二是我们是修大圣的法，也可以说我们是大圣的佛教徒，所以我们要发心。那我们所做的善事有用皈依跟发心摄持的善事，则才可以讲因成佛的因。没有这两个动机摄持的情况下，它不会变成成佛的因。所以说我们调正动机是很重要。那皈依的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皈依佛法僧，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叫佛，什么叫法，什么叫僧。那不但是这里有上课，有空的时候现在可以说佛法很普遍，可以在网络上搜寻等等，你可以关于这个三宝方面去学。那第二我们要去皈依三宝，所以三宝是皈依净。那什么叫皈依？那皈依有什么条件，也可以说皈依有皈依的因。然后皈依第三是皈依净，具足这个三个条件才我们可以说圆满皈依三宝。那最主要说皈依就是求的意思。求的意思，那我们求三宝，希望得到三宝的加持，也可以是希望三宝来救我们从轮回里面救出来。因为我们世间的人再聪明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三宝以外，所以我们要去求三宝。所以佛法里面有说想要得到解脱，想要得到成佛的话，一定要皈依三宝才有这个办法。那这个也不是迷信，有道理的。有道理的。我们想要学任何的语言，首先一定要我们有一个好的老师才可以把这些语言学好。一样
我们也有一个上师，好的上师才可以把这些学好。那我常常有讲，我们最主要就是上师是三宝，尤其是佛释迦牟尼佛。虽然我们亲自没有见过释迦牟尼佛，但是他有说过，如果他在或是存在的时候，他只能讲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经书而已。所以说你们去好好学的话，就是说你可以说见到我，也可以得到就是我的加持。但是你不信我，也没有去专心去学的话，真正你见到活生生的佛也没有什么，没有办法，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去好好去学佛，皈依那发心，那我们为什么要发心？因为前面有讲过，佛的果位是非常殊胜非常圆满，那这样的一个很殊胜很圆满的一个果位，那用什么样的动机可以得到呢？比如说做任何的善事，光为了自己而去修的话，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得到佛的果位。因为佛的果位最主要是说利有利他的心而得来的，所以我们自私的心跟利他的心是相吻。所以我们学大圣的法，一定要把自私的心观自己得到解脱或者是成佛，这个心是可以说是暂时要舍去要发做任何的善事，我要为了一切众生而去做这些善事。这也不但是嘴巴说说而已，从心底里也可以说发自内心的去修这个心然后每次都去做任何善事，都要说我今天做功课去听法，做一些善事，护身供灯等等，那这些都为了回向给一切众生，希望他们得到佛的果位这也不是说说而已，从心底里。那这样可以说久而久之的话，那可以说有一天真正为了他人可以放弃自己，有这个能力。就说现在的诸佛菩萨都有这些能力。那这样我们自己会吃亏吗？永远都不会，永远都不会。但是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或者是一个想法，如果说完全为他去做的话，可能我会吃亏，或者说我会说很多苦但是我们真正要去做到的话，永远都不会所以说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意思说，我要利益众生，我要救度众生，但是现在依我们的能力的话，只能会帮上暂时的暂时去帮一些小小的那些，但是没有办法。比如说一个众生从一般的凡夫到成佛的道路，我们一个人去帮他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都可以说学历修行各方面都没有那些能力。那这个能力在哪个身上才有呢？佛才有，成了佛才可以完全可以救度众生所以说我们为了一切众生想要救度他们，我要成佛。那成佛每天都就是我们发愿祈祷，我要成佛，我要成佛就可以了吗？不可以，成佛是有因的，不是无因的。所以说想要成佛的话，我们要去造，也可以说我们去制造也可以说我们去做成佛的因，知道吗？那成佛的因总来讲的话有两种我们说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那我们说佛身，佛的身有两种，
法身跟色身，这两个身是有两个因，福德资粮而会得到色身，智慧资粮会得到法身。所以我们修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那福德资粮的部分说，比如说戒定这两个是属于福德资粮，慧是智慧资粮，所以我们要一定要修这两个才可以成佛，知道吗？那我们要修这两个的话，什么叫福德资粮，什么叫智慧资粮？那还有这里面包含，就是涵盖有包含了六度、持戒、忍辱、精进等等。那我们要是先要知道什么叫戒，什么叫定，什么叫慧。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可以说守戒也没有那么清净，禅定也没有那么的稳定，智慧也没有那么的清楚，还有就是没有那么的聪明，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戒，什么叫定，什么叫慧。那怎么办呢？那只好去学，所以我们为了这些而去学佛法，要了解这些佛法的内涵。那了解了就可以了吗？了解，光了解不可以，在前面有说嘛，有些人也没有去学佛，那有些人学佛了，但是有时候休息的时候他不会修，又去找另外一个法，所以说有很多这些错乱。那我们说闻思修，我们去闻佛法，然后去不断的去思维佛法。那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了解佛法的内涵，刚才我讲的这些。那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呢？因为我们要实修，你不知道那你修什么呢？不知道也可以说自己觉得说这个很好，自我主张去修这些，可以说就是很努力的去学，这方面花了很多时间等等，但是也不一定是正确，也可以说不一定说正法。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学的话，按照经论，也可以说按照经典里面讲的该舍的什么，该取的什么，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些去修的话，正确，不会有错，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学佛是很重要。然后那这几天就是上了就是几堂课，那这方面都讲的是就是佛法的来源是哪里，是印度，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本身是印度人，那就是说代代传下来，那传到就是我们说就是有印度的有17个班智达，我说就是17个教授，也可以说17个总师大德，那他们代代传下来。然后最主要菩提道次第广论是就是阿底峡尊者去西藏，然后他的最主要的弟子就是荣丹巴秦法，就讲了菩提道次第灯论。那我们西藏人直接看灯论看不懂，所以宗喀巴大师这些可以说详细的解释，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那现在法尊法师这个翻成中文，所以我们要感恩释迦牟尼佛，还有阿底峡尊者、宗喀巴大师还有他的弟子荣登巴尤其是我们要感恩法尊法师，因为有托他的福，我们可以用中文来去上这个课。所以那这些都也可以说我们累积资粮的一个方法，知道吗？我们去感恩这些
那用什么去感恩，用什么去报答他们呢？啊，那我们说去啊，怎么说呢，买一些水果啊，包个红包啊，去感恩他们吗？不是，要好好去学他们讲的那些啊，那么他们才会高兴，知道吗？哦，所以说真正要从心底里想要去感恩他们，想要去报答他们的话，他们所讲的那些好好去学。比如说法真法师去西藏学广论，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因为有政治的关系啊，有就是民族的偏见等等啊，他就是花了很多非常辛苦来学会去学到这些广论。所以说他为什么去学，然后用中文来写下来，因为他觉得说这是可以说是我们啊华人需要的一个法，很殊胜，很尊贵，对我们有帮助，所以他就是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然后就是吃了这么多的苦才写下来的。那这样就是把这些就是做成一个书，然后放在各方面那个书店里就可以了吗？就是说达成他的目标或者怎么？没有，他说把这些看，不断的去看文思，然后就去实修，才我们会得到啊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加持。那这上面为什么要讲这些法的来源？因为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法是清净的，也可以说这个法是正法。因为说从释迦牟尼佛，然后阿底峡尊者，阿底峡他最个人来讲，我们有讲过他的历史啊，就说他自己学的不但是有学，然后就是戒定慧，这是非常清净。然后宗喀巴大师自己来讲的话，也是从小啊就是学佛出家，而且很清净的去学佛，得到了佛的果位。然后第二就是那个他的弟子啊荣登吧，也是一样，他去就是学了这些广论，然后一生在深山去啊闭关，就是人生就这样，也可以说啊就是得到啊就是菩萨的果位等等。那我们也是去认真学，然后去学到的去实修的话也可以得到的。因为说他们跟我们说差别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没有很经济的去学，所以都就对佛法没有掌握到，所以还在轮回里面，也可以说还对佛法的信心不是那么的坚固，对因果的信心也啊不是那么的稳定。但是他们是对佛法的信心，对上师的信心，对因果的信心都是非常坚固，那就是不断的有增长，那得到就说啊菩萨的果位等等。那我们也要知道，真正我们想要减少烦恼的话，可以说这些是唯一的法门。在佛法里面有说，比如说我们念佛啊，供水供灯拜佛，这些也可以说是啊非常好，但是光靠自己这些是不行的，不可能成佛啊，知道吗？但是说要知道菩提心，然后就是有了菩提心就先去发心，然后就是我们要就是成佛的话累积资粮，所以我要就是为了成佛而去供灯供水拜佛等等。那这叫什么呢？菩提心摄持的供灯拜佛等等，那可以说它是成为成佛的因。所以要知道要懂得这些的话，你做任何的善事都可以说很殊胜。那我们这方面虽然我们有学佛，但是我们有那个可以说分别心，也可以说我们有偏心，自己学的
是觉得说啊这个很好，然后去排斥其他的那些佛法或者其他的那些教材。所以这里面有讲我们不可以这样啊，你学什么进入什么法门这是你自由的，但是你不可以排斥。为什么呢？你去排斥的话你会造很多恶业。那这些恶业不是怎么讲呢，就是非常重的一个恶业，所以我们这方面要小心。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这里叫一切圣言现为教授的殊胜就是题目是这个。为什么呢？我们不太懂这些，所以说自己学的是非常殊胜，别人学的那些就是不怎么殊胜，或者去排斥这些，我们有这样的个分别心或是偏心，不可以。所以他讲的这些那我们上次讲的是那个懂得尊敬贤宗经论，对吧？当成自己的修行指导，自然无需花费太大力气就能将生的密系典籍传承自己转成自己的修行解药，由此对一切经论都是殊胜教授的道理产生正确真见知见，进而避免犯下背弃正法邪知分别毁谤经论的恶业。照我来讲的话，这部分讲的什么呢？那我们透过这些广论，也可以说透过这些经书的解释，那我们知道所有的佛讲的那个法都是就是说对众生有好处，对众生也可以说都是利益众生的一个经典，我们知道。所以说有些说佛讲的经典里面有些是对我们有帮助，有些是对说没有帮助，也可以说有些是有可以说有成佛的应用这些可以成佛，但是有些是可以说变成成佛的障碍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或者有些人有这样解释，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透过这些广论会知道佛所讲的那个经典都是成佛的方法，也可以说成佛的工具。那第三，易于获得佛陀密意的殊胜，即使知道一切经论都是殊胜教授的道理但初发心行者还没有透过长时间串修，那按照藏文来讲的话，佛陀密意的殊胜，说佛讲的所有的法都是对众生有就是说有帮助的也可以说所有的佛法都是就是众生成佛的一个方法或者是工具。但是这些经论我们没有透过这些经论的解释，或者说没有一知善知识的情况下就是说单靠自己的努力去学的话，可以说我们掌握不住经典的内涵，也可以说我们直接去看经典的话，我们可能没办法了解那个经典的内涵。比如说心经心经是只有一章，就是一面而已，但是它的意思是非常深奥所以说我们
初学者刚去就是直接去看心经，可能没有办法了解心经，也可以说没办法掌握心经的内涵。但是我们去看，先去看一些心经的解释，然后再看心经的话，可以说才可以掌握住。一样，这里有说，一是你没有去看这些经典的解释，二是你也没有去依止善知识，那就是说自己单靠自己，然后据说花了很长时间，也就是说这方面或者说就说很用功，就是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是你可以说有可能你掌握不住，也可以说有可能你没办法去了解这个佛法。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就是很辛苦，花了很多时间才可以拿到一点点的成果，所以说这是很可惜的。不如你先去怎么说呢，去看一些他的解释也可以说就是依止一个上知识跟他学，那可以说你也不需要花很大的时间，也就是这方面你不需要这么的辛苦，才可以说掌握住佛法的内涵。那这个依止上知识，我们这样上课也不需要，比如说我在这里解释一些，也可以说解释一些佛法，然后你们再听。那我是说你一定要把我看待上师，你们的上师，然后参加我的法会，不需要。就是我刚开始都有说过，我们互相当一个法友同学，那就是同学跟同学之间的话，有可以说我们叫什么呢，教学相长，互相都有帮助，知道吗？然后有一天说跟这个葛西学对自己没有什么收获，也可以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你可以随时都离开，但是我们之间都没有什么损害但是你一开始就是把我看待上师，后来就是说这个葛西跟着这个葛西也没有什么学不出什么来，或者说我有什么缺点等等，甚至说我的坏话的话，那我的话就是原本我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但不会有变化，但是对你们来说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的一个恶业，所以说不需要。但是说一定要有人解释，就说这里说有善知识，但是说这个善知识是说一定要先去有一个解释去跟他学，然后去看一些这些经论的解释比如说你们去看现在中文的那些就是心经的解释有很多然后去看这些，第二去看心经的话就了解更多了，很容易更多了，所以说这里有讲这些了。但初发心行者还没有经过长时间串修不依止善知识，想单靠自己的力量研习经论，恐怕很难，这恐难通达佛陀思想甚至得花极大努力才能得到一点成果，这很可惜。唯有依止上师才能事半功倍，事半功倍说有这些，就是说有上师，然后去看这些解释，就是说你也不需要那么的辛苦，也不需要花那么大的力气，也可以说就是很容易懂得，就是事半功倍，对吧？是这个意思吗？对，研读本论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掌握经论要点所以说我们学佛学任何的东西，要就是聪明，要善巧，要就是自己想好用什么方法，就是说
容易把这个学好，知道吗？所以说我们有些人就是怎么说呢，也可以说比较内向吧，就是自己一直看书一直看书，但是也没有去问。但这样情况下也可以说孙燕他很努力去学，很认真的去学，但是可能有很多的他不懂的地方，也可以说有很多会产生很多误解。所以说现在在台湾也开一些广论班的时候，就是先上，然后互相就是怎么说呢，也可以说讨论。那这样才，我们佛法里面也有说，那我们常常上课的时候，我们先去把这些根本背下来，比如说般若的那个根本是《行观庄严论》，把这个背下来。那中观的就是那个《入中论》，把它背下来，然后去不断去看，再去上老师的课，然后晚上跟早上去辩经，然后这样就是靠这些种种的可以说方法，才可以详细的，也可以说把这个佛法的精华可以说掌握住。那我们也是一样，可能我们学的我懂的，可能有人没有懂，有人懂的我没有懂，那我们就是互相就是讨论的话，这些都说出来的话就很有帮助。所以说这里有说，一是就是长时间没有串习，二是也没有透过中文里面没有，但是藏文里面说没有透过这些经论的解释，没有看过这些书，然后也不想依止善知识，那光靠自己那就是很难掌握住佛法的内涵。好，那第四，那我们透过这些广论，那我们对那个法的就是呢毁谤自然而然会消失。他找人就是说几大恶业自行消失的殊胜，如妙法两花经及地者论说，不管是全说或实说，都是佛陀开示的成佛方便方法。那这里有说全说或实说，那这个全说是一个法词吧，这个全说是意思，这下面又说全说因应某种根器时间情况下的什么全职说法，实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说佛法可以说包含这两种，是有些佛法是全说，有些佛法是什么实说。那这里有加一个或，那这个也比如说不管是全说跟实说有两种，也可以说这两个种意思也不一样，全说跟实说。全说是什么意思呢？实说说它只有比如说所有的经典都是为了一切众生成佛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是有些是直接的方法，这叫实说。那有些是说不是直接的，有间接的，间接的方法，间接知道吗？间接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要去那个我常常会忘记那个我们要跑步跑很远的那个叫什么呢？马拉松，对吧？那有一个人想要就是参加马拉松，他一定要就是按时要去练习，
可能每天早上都去跑步，一，二是他各方面，比如说饮食方面，也一定要他有些规则，知道吗？所以说他吃饭、睡觉，还有去就是训练，这些都是他有就是那个比赛马拉松的那个有关。那直接有些是直接跟他有关，有些是间接有关。比如说饮食方面，也不可以吃太多，啊，因为是太多的话会胖，会影响到他跑步等等，知道吗？一样。说这是全说是说那佛法里面直接讲的话，那有些是就是说善根者，那他直接可以讲成佛的道路，比如说最主要直接讲无我空性的道理，因为他是就是一个善根者，很聪明。那有些初学者刚讲这些的话，就他就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的智慧的能力不够。所以说就是说用一些方法，佛是很善巧，所以说先就是按照他的根器而去讲一些法。那直接这个是说直接应用这些可以成佛吗？没有办法。比如说今天我遇到一个79岁的一个老妈妈，那她很对佛法有兴趣，知道吗？然后她耳朵也没办法听法，然后只能她做的什么呢？她只能会念念经，那有就是经济允许的话去供养这些。所以我说，就说你去这些做这些就 OK 了，因为说她只有这些能力而已，知道吗？那这样就够了吗？不是，依她的根器，她能做到的。所以说这是什么呢？这所选说选这选说选说，知道吗？然后有一个人说，就是很年轻的很聪明的来说，啊，可惜了，就是这个妈妈说就是光靠这些可以成佛，那我也可以吗？不可以，因为她很聪明，还有机会，很年轻，知道吗？那为什么她说你跟她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全说，所以说这里面说或这个我有一点点，比如说不管是全说跟史说，这两个是不同的两个怎么说呢，意思都是佛陀开示的成佛方法，有些是直接的方法，有些是间接的方法有些人不了解妄说佛语中有一类可以成佛，有一类反而会障碍成佛，于是起分别心，判断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合理那个不合理，这是小圣那是大圣，这是菩提菩萨该学，那是菩萨不该学，贪着一法，秉是另一法，贪着一法，贪着什么呢？一种法。那他贪着的是哪种法呢？因为他自己学的那个，因为他就是贪着了这个，因为说他自己有学嘛，然后说贪着，然后什么贪着一法，秉是利益法，秉是什么意思？排斥的意思吗？看不起，因为他学的，知道吗？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心，有这样的一个偏心，不可以。比如说我也不敢说我生病了，所以我也吃药，我也有吃药，他也有吃药，知道吗？所以说我吃的那个药很好，你吃的那个药不好，我们可以这样讲吗？不可以。这个药是对我好，因为是医生按照我的病而开的，那他的也是他这个按照他的病而开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说，也不可以区分好跟不好，知道吗？秉是另一法，等于犯下严重的谤法
恶罪。那这里有说，那有些就是妄说，妄是那个就是什么妄语的妄，对吧？啊，说就是妄说，也可以说说谎，对吧？啊，有些佛语是可以说成佛的，啊，有些会就是妨碍成佛，对吧？啊，所以说啊，不可以这样讲，也不就是说没有这个法，所有的法，所有的这些都是就是说啊，成佛的一个方法。所以说这里面有些是可以成佛，有些是可以变成成佛的障碍，这样不可以讲。嗯，也可以说有些法好，有些法不好，也不可以这样讲，对吧？也有这样的心，也可以去啊。用嘴巴来讲出来，这也可以说办了一个，犯了一个就是法的罪，对吧？好，那我们说，佛法里面可以分显教、密教，啊，还有净土宗、禅宗，还有大小乘，对吧？那有人问你说，小乘跟大乘那个法是哪个好？那你们怎么回答？啊？都好。那这两个比起的话，啊，大圣小圣对吧？哪个好？你说都好。那这两个比的话，哪个好？嗯？大圣对吧？大圣好，大圣的法好。那就是说这里有说，就是不可以这样讲，对吧？不可以这样讲。比如说我们有修大善的法，那说有人说，那你们修大善的法，那有人修净土的法，那净土的法跟就是那个大善的法哪个比较好？我们不可以比较，知道吗？不可以比较。不可以比较啊？为什么呢？这桌上放各式各样的药，那你请到这里来，你说医生说这当中哪个药才好，最好的，我们根本没办法去选，对吧？那有时候可能用那个价钱来去分，知道吗？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的病是很便宜的，那些吃这些药马上就靠缝，知道吗？但是说药的那个效果也不可以分价钱，所以说法跟药一样，知道吗？但是说我们得了什么样的病，然后对我们病有帮助的那个药是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所以法也是可以这样分，对我来说是这是最好。所以说修净土的来讲的话，净土的法是他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但是我们总来讲的话是就是所有的法都是不可以分好跟不好，就是说这个药里面我们没办法去分哪个是好哪个不好，但是医自己的病可以分，对我来讲，对我的病来讲，对吧？所以说对我来讲，对我的可以说那个怎么说呢？种性来讲的话，是就是说净土是最好的，对我来讲都是大善是最好的，对我来讲的是禅定是最好的，可以这样分，这样吗？啊，而且比如说净土，也是这里前面有讲全说跟实说，净土也是。这个法门也是一个成佛的一个方法，知道吗？说净土并没有讲我们得到净土就圆满了，也可以说如果有可能这样讲，但是这不是我们可以用这样讲，了义法跟不了义的法，还有佛是很善巧的啊。佛法里面有这样讲，以前有很多那个叫什么呢？商人做生意的人，
然后他去大海里面挖，就是去捡那个什么珊瑚啊等等，然后他们坐那个船，坐船，对吧？坐几个月，所以那些他的就是可以说那些他手下的那些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到，每天看到的就是那些海，就很烦，所以，可以说有一些有修行的人，他会就说变一些岛，让他们这里休息一下，然后过去。所以说就是让他们就是休息一下，然后怕这里心里你就说每天都看到这些海呀、很哎就是这什么是去这么遥远的地方，他们觉得很烦，所以减少这些还会他变就是变一些小岛让他们休息一下。一样我们说一开始成佛不是一个一两天或者一两年的事情，我们说成佛要累积三大阿僧祇劫的资粮才可以成佛，所以他一听到这就放弃啊、我没办法，那你去修那个净土，那净土的话你就是专心就是去念阿弥陀经啊，然后去不断去回向，那会得到。所以他去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法门，那可以说他会累积这些资粮的话，他可以说慢慢会智慧也会增长，那就是说也福德也会增长然后慢慢他会就是带到大圣所以说这些法门都是一个什么呢？劝说劝说，所以说我们不可以这样讲我们有学这些广论我们有学大圣，所以大圣法是很殊胜的小圣啊净土啊这些都是没有那么殊胜，不可以这样讲，看自己的根器，知道吗？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提到这些呢？因为透过这些学习了解了后，我们不会犯这些错，犯这些恶业犯这些恶业就说我们就说功德无量，我以前我们不知道这些情况下就犯很多这些错误，现在知道了就我们小心就不会做这些恶业，就我们就是不会做这些恶业，就是说另外我们累积了很多善业，那善业的话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些，所以说这些卷说跟史说的大概的意思是这样。那我们造这些恶业，我们可以说难以接受，难以相信。这里有说犯了这些罪，说我们说就是那个我们这个地球是属于叫什么呢？用佛词的话是南瞻部洲，南瞻部洲这里的所有的杀掉阿罗汉比这个还严重，那我们不要说杀阿罗汉，杀一个人就我们说他还杀人就很就是觉得说他就是犯了很大的错，造了很大的恶业，那就杀一个菩萨就更杀一阿哥罗就更，所以说我们根本就是说一般没有就是说难以下就是相信的一个，知道吗？然后说这里面有说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南诏部在台湾有那么多的塔，然后我们去就是灭掉这些所有的塔，那这里说恒河树木那些塔统统灭掉比这个还严重，知道吗？就是说恒河就是那个印度的就是那个瓦拉纳西叫我们说玛玛贡嘎，玛就是妈的意思，藏文对西藏来那个印度来讲的话叫什么呢？这是对他我们说是跟母亲一般，为什么呢？他有他们的宗教跟他们的生活都有关，对他们的宗教来讲的话，印度教最主要跟说我们佛教徒是最主要的上师或者说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他们就是大自在天，知道吗？
然后他们说那个恒河是从大自在天的头顶而就是流下来。那大的自在天住在哪里呢？他住在那个喜马拉雅山。我们藏传或者说密法来讲的话，就是那个喜马拉雅山是那个释勒金刚的圣地。他们说是那个大自在天的圣地。然后他们有说以前有一些就是恶魔想要就是毁灭这个地球，所以他们会就是降了很多雨，所以一直就是有那个怎么说呢，把这个地球就是冲走。然后大自在天有很留了很长的头发，把这个头发卷起来，就是这些鱼都就是接触到他的头顶，然后慢慢从头顶流下去，就没有害到这个地球啊。而且从所以现在你们一看，在那个瓦拉纳西的恒河两岸都是白天都有那个火化，那个骨灰撒在里面。那印度教的那些很爱干净的，但是他们在这里面会洗澡会喝，为说他们说在这里面洗澡的会洗掉那些障碍，喝的话在内在上的那些障碍会断除。他们就说印度人非常对这个宗教有兴趣，很有信心，但是可惜他们这个是不是正法。但是我们佛教徒是个正法，但是我们的对他的信心就是比不上他们，知道吗？一是这是他们宗教的观有些说法，第二是他们的生活。现在他们那些印度很多都是就是种田维持生活，靠生活，所以这些都是靠那个河，知道吗？那现在他们都很伤心，因为就是中国缺水，所以他们这个就是喜马拉雅水就是倾到就是那个中国的地方，如果他们没有这个水，就他们的生活有问题了，所以他们现在很伤心这些。所以说那恒河是有那么的长，那两岸都是有那么多的沙，那我们可以说没办法收，没有办法收，但就是有这么就是恒河的那个树木沙那么多，但是比这个还严重。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南无护主无量光，甚光明遍吉祥王，大悲功德宝王如来。南无护主无量光，甚光明遍吉祥王，大悲功德宝王如来。南无护主无量光，甚光明遍吉祥王，大悲功德宝王如来。念诵一遍从今乃至96亿劫，念诵一遍从今乃至96亿劫，无量无数恒河沙数劫往生极乐世界，决定无疑。千佛体性闻名导师尊，攫取十万诸佛圣名号，具足净信真实劝请故，唯愿一切众生证佛地。